快快闪开，那可露露开大了。为了摸到正在飞行中的大雁，我乘坐了多次快艇，总结出了经验。首先尽量坐船头位置，直线行驶过程中静静欣赏就好，因为很难摸到。你需要等一个快艇转向的机会，这时候大雁会相对于船横向移动，抓住这个时机就能摸到了。这是临沂蓝湖欢乐北岸专门训练的一群大雁，所以他们才会跟着快艇飞，不是野生大雁，大家可以放心摸哦。